我们再来看金城武也接受了淋冰水的挑战，影片相当特别。好，你看到其实金城武并没有哦，是讲上任何的话，只是用字幕写上他想做的事。他说呢，他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多做善事，同时他其实也没有再点名任何人，只呼吁大家能去做一件关爱社会的事情。